今天又集体过来宰盘了。这里是大沙田金匠路这边的，先来看一下这个楼盘，进去瞄一眼去。售楼部就在里面这里，然后一出来，外面那边就是江边，一线看江。外面也就是滨江公园，一线看江。这里是金匠路跟银沙大道交汇处啊，这一帮都是我们同事。首先，它就是它这里整个南宁的老城区来说，它是比较中心的。我们经理在讲啊。过来看一下样板间，因为这里就是样板间了。先看到137的样板间，进门这里是玄关，右边这里有个小房间，带一个飘窗。这边就是客厅，客厅是4米1开间的客厅。外面这里就是一个超大的阳台，这个阳台10米的一个阳台啊，2米宽10米长的一个阳台。这个阳台是看江的，这边是厨房，双开门的冰箱绰绰有余，厨房也是很大的。再往里面，卫生间这里，这边也是一个次卧，这边主卧，卫生间，梳妆台，衣柜，这边就是床。这边主卧也是通外面阳台的，它这个小样房间宽点的话，就从这里隔过来，隔一截过来，外面这里封起来，里面这里全部打通，房间就很大了。这个是137，4房2厅2卫的。这些就是这几个户型的样板间了。